想睡觉。嗯嗯，跟你讲，那两个女人迟到，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迟到，今天是两个女人迟到，不关我的事。我等一下再叫他们出现来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因为我们还没有瞧好我们要用哪一个软体视讯聊天，所以就边开台边瞧。我现在拨一下电话给燕燕，就是希望是可以视讯通话啦。哎，你们知道 LINE 可以通话吗？ LINE 可以多人视讯通话吗？请问这 BGM 是要怎么？我就想说不行，就是聊天就感觉又没有一个什么音乐，就很无聊。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有人唱歌的很吵，所以我就想说啊，算了，找一个 BGM 好了。然后呢，我的标题哦，一直都可以。有吗？有，哎，他们说 LINE 可以 ，LINE 可以那个群组视讯通话，哎，可以吗？我不知道，哎，哦，不行吧？我之前跟幺妈试过，好像是哦。我来开燕燕的画面，你开了吗？我开啊，就没插，就先开。好，开了等。啊，我拿下我的饭团好了。啊，你慢慢来，反正雨欣迟到。而且我现在就是在播一个《黄金传说》的背景音乐，超好笑。Oh. OK， 哦不，就很八七啊！就他们就说，你放这背景音乐，现在是要煮菜了吗？哦，哦，这是怎么样？视讯通话。视讯通话，哎，帮我把那个袋子拿来，我要串珠珠。居然要串珠珠？地上的。哦，这边串珠珠，哎，那很烫的。那这样子，雨欣要怎么加入我们的语音对谈呢？雨欣不是去小梅家吗？没有、啊，没有啦，我们要三人对谈、啊。这音乐听着好舒服，对吧？对吧？这是《黄金传说》的音乐，然后要那个，要那个，那个什么，就要煮菜了。嗨 ，Sandy 安安 ，Sandy 来了。啊哦。哎、欸，干我手机，等一下我去拿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不见了，等一下。喂。哎、欸，我的电源呢？哎、欸，哎、欸，听说我贝壳电源在哪边？啊，もしもし、私。太大。私だよ。谁？范范，谢谢范范。早く入金してください。三方威胁战。我的那个充电。三方威胁战。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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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各种拿东西中。怎么没有通知？通知要第二个月才会开始有哦。Yeah. 噔噔噔噔噔，我换了一个手机壳，它是一个渐橙色的感觉，还蛮不错的。哎、oh. 欸，它是正背面都有，不错啊。哎、欸，我换一个手机壳，它是360度的、欸，就是它正面也有壳，然后背面也有壳，很猛吗？放啊，好，你可以看我的实况的那个 Twitch 吗？对啊，你就看我的 Twitch。很猛吗？就看起来很防护，而且就是又小小的，然后不会重。我最近一直在换手机壳。手机耐摔才重点 ，iPhone 就很耐摔啊。
雨杏今天去看什么电影啊？你的名字啊？是。那他看啥？奇异博士吧。奇异博士是什么电影啊？Doctor Strange。这什么东西啊？他是在干嘛？是什么？跟 Marvel 的、啊、漫威英雄。哦、我是果粉，对啊，我是果粉没错。我之前还有用那个 iMac 电脑，然后燕燕的 MacBook 笔电也是我之前买的，我剧烈果粉。哎、啊，我要看一下雨信到哪里了。好好好，我终于看到小梅的台了。不错，赞！那你可以跟他们聊一个天。好好好，哎、欸，我要播吗？还是不要播啊？你要播什么？不要播好了，好，就没差、啊，你就讲话，你就只要有影像就好了。好，开始吃了。雨欣好慢，他在干嘛？他在。他就迟到啊！我这样问一下，在霸凌他，好好笑。哎、欸，我可没有霸凌他哦，是他迟到。嗨，Hello。哎、欸，爷爷，你可以顺便开一下 SK 吗？就是你看你 SK 那边可不可以进语音通话？哦，好啊。嗯。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用那个，就用 SK 开声音就好了。然后LINE这边的声音就可以关掉。大概是这样吧，我也不知道。就试试看，没差。反正要混一点时间。完蛋了，这个月时速一个剧烈不足啊！最近超级忙的。什么？这画面燕燕比小梅还正点。再见啊，慢走不送。我要说，我最近对这个比较的关键词很敏感哦。你再说第二次比较，我就要ban你。SK 怎么用啊？我怎么打ban？你们真的很莫名其妙，真的，我跟你们讲，今天真的不行。等一下，再有人说出任何就是在那边比较三个女生怎么样的，我就要 ban 人，我必 ban。就是等一下再有任何比较三个女生就是怎么样的言论的话，我就一定会 ban 台，就一定会 ban 你们。不是不是，我会难过，就是。这真的很奇怪，就是你们难道都不觉得在女生面前比较他们会造，就是这是一件好事吗？非常好。哦，哎、欸，我怎么打给小梅啊？小梅是谁？是哪？靠腰哦。你是哪一个？你是什么？我在神啊，我在什么湖里钓了金色的哦。你是他？你打给我，我找不到你耶。哦，可是好像我要先打电话给雨信，然后再加你录通话，好像是这样。好。你觉得奎哥比较正，这样会被ban吗？不会啊，说我比较正可不行啊，就不行啊，你们就不要在那边比较女生，就是这有什么好比的，莫名其妙。我等雨信到家好了。Hello， 在十分钟。哦，他还要十分钟。嗯。哦，好慢哦。那三个一样证可以吗？就一样就当然可以啊，就不要比较，好不好？不要比较级，勿比较，真的超剧烈，好累哦。而且我今天那个，就我们昨天不是去排练吗？你知道我今天睡到几点才起来吗？我看到钟的时候，我一个大傻眼。我下午三点才起床。好猛！你昨天几点睡啊？七点吧，六七点。差不多。要六七点。嗯。因为最近就很累啊。啊，你那个商品都送完了。没有。干。你还缺什么？还没送印啊？挂轴还没印啊？挂轴海报。海报还没印，你海报还没送吗？
还没啊。哦，小妖帮我修了，我把它自己修，然后修到很痛。然后今天小妖帮我修。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可是你海报不是已经送印了吗？嗯？哦，没有，另外一个，开始。哦，开始。对不起，我那个太丑，然后他看我可怜，帮我。靠腰，我早上六七点才床，我早上六七点才睡。对啊，我早上还睡，因为有点忙。就我们最近就是全部都在就是印刷就是 PF 要用的东西，然后就雨欣也是啊，就是我们，然后但是你们知道我们除了就是那个，就我们除了那个 PF 的东西之外，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六，然后还要办茶会，还要办茶会，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这礼拜就又在办茶会，然后我们昨天就去那个演戏。就因为我们的茶会内容是我们大家都要演戏，然后我跟燕燕还有对手戏耶，干超好笑。但这次不能先讲，不知道，可以，都行吧？可以讲吗？不知道。哎，干，反正就我跟燕燕还有一个很剧烈的对手戏，就你们看我们演对手戏，就会觉得妈，这是乡土剧吗？很像。哎，有时候衣服，但其实这是我对衣。靠腰哦，这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影片的那个谁给你用的那个？对啊，这边睡，我看他穿睡衣出门哎、欸，去哪我都穿睡衣出门。没有在名单上来做香菇。哎，我跟你说，这真的很可惜，这简直就是年度巨作，好不好？这真的是我们社团年度。哎，我可以给你们看，哎，场刊可以看吧？场刊可以公布了吧？我不知道哎、欸，应该可以吧？就公布了。哎、欸，我跟你们讲，这真的是年度巨作。这真的是年度巨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对。这是我们这礼拜茶会，吴廷辉的脚好恶心哦。嗯，超好笑的，这个就是我们茶会的。哎、欸，他说他好了，那我先播给他一下好了。我觉得这穿睡衣比较素汐啊，我都穿睡，我还穿睡衣去看展览哎、欸，干智障啊！呀我最近很常偷出门。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我们先播给雨欣，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哦，看我、哦、他脚真的很恶心，好不？不懂看得到我的？没有转。这个没有打勾，怕断头。哎、欸，这样就会关掉了耶。嗯，没事。啊！雨欣好黑哦、喔，哎、欸，可以哎、欸，那我把这个关了吗？好啊好啊，就把这个关了。雨欣怎么？你怎么那么黑？对啊，雨欣怎么这么黑啊？我看音量啦，等一下我先看我麦克风，我这样是有声音的吗？有啊，你有声音啊。哦好，因为我没有用过这台电脑，所以你好黑哦、喔，我可以调亮啊，我可以调亮。你怎么这么黑啊？要把它漆哦，我是可以调亮的，好不好？那，哎，我跟你们讲，雨欣最近心情也不好，我劝你们不要惹他。我今天要看你的名字，就看奇异博士哦，勿逼我。没有，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要再次宣告，今天有一个特殊规定，因为今天我们有三个女生都在这边，所以等一下那个聊天室只要那个出现什么，我觉得哪一边比较正，或者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哪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掰或什么比较了，只要在那边比来比去的，就是我会先警告你一次，警告第二次再这样我就要背你，所以今天不能比较。好的，就这样，这是今天的规则。哦，干。所以现在是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对啊，现在已经开始了。
哦，我有种被出卖的感觉，怎样？我现在好丑。谁出卖你啊？我知道你是被那个定那个的。靠，这怎么会这样啊？哇塞！我跟你讲，我回家一秒钟而已，我就开了。哦，好好感人哦。这很感人。记载好了。好感人哦。而且你知道我们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吗？搜寻吧。我们背景音乐是黄金传说。好像，我要打一个特别规定。那我咬一口。我要塞一下我的秩序。啊，这样对的吗？好了。哎，你变亮了哎。我就说我有灯啊，闹。只是我没有化妆哎、欸，没有化妆素颜行吗？可以啊，行啊。好，算了，没有人再 care 我的。我打一下今日聊天室特殊规定，请勿比较今日台主，请勿比较三个女生。勿出现比较级词汇，这样会不会很难懂？比较级词汇会很难懂吗？还好。我的 LINE， 对不起。我刚刚正想要跟大家说，就我们礼拜六茶会，就是我跟嫣嫣的对手戏很那个，很狗血。谁？我没看到哎、欸，怎么了？小梅安安，烟总安安，雨庆安安，山皮安安，奎哥安安。哦，好多人安安哦。哎。雨欣知道，雨欣知道我聊天室吗？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贴给你，在 Skype 上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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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电脑怎么用了？这是 Win10 的，这是 Win10 的吗？这怎么用？等一下，我看一下。哎，你后面是你的那个挂轴吗？什么？这个吗？对啊。不是啊，这是我800年前的海报，从垃圾堆里面挖出来，想说可以便宜。为什么是从垃圾堆里面挖出来？就从浴缸啊！哎、欸，我要等一下，我先给你们看我们这一次茶会大家的造型。我看一下，雨信。嗨，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点出那个链接。太亮了吧？太白痴了，等一下，这到底怎么弄？哦，看到太亮了吧？你知道，是我的画面完全亮到看不到你的脸。谁我吗？不是啊，我说就是，因为我在给他们看茶会的那个的场刊、哦，根本看不到，太亮了啦，可能是雨欣的背也很亮吧，他一整个背景。要打分今晚啊？什么东西？我哪里亮？我哪里？哎、欸，你看燕燕就很清楚，燕燕，因为我黑黑的，对，你很黑黑，这超黑的，灯光。有没有改成衣服啊？太亮了，看不到。哎、欸，我可以给你们看我，我觉得我蛮可爱的，而且我应该也很清楚。哎、欸，靠！结果我超级不清楚，因为我头发太白了，干。在那边自以为很清楚。靠腰、喔。你跟我说。这我。你知道我们 cosplay 社团最常被别人问的问题就是，请问你们社团有男生吗？哎、欸。哎，请问你们社团那些男生是真的男生吗？还是女生？然后就我们就会说不，我们社团没有男生。哎，帮我拿吸管好不好？我房间好亮。对啊，因为我房间就是有用那个 LED 灯条，所以就比较亮一点。哎，这样你们都看不到，反正就场下就蛮猛的啦。哎、欸，真的很猛哎、欸！看我们就是有各种人物设定，然后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礼拜就一直去排戏，然后就昨天排完戏就超累的，然后而且因为我们今年就还有加，虽然你们现在已经买不到票了，但你们可以为明年做准备，明年还会有这个吗？有你去。明年还会有这个吗？哎，干社团的人没有一个人要回答我 ，QQ。哦，会啊，明年靠腰哦，靠腰哦。你们在干嘛？我在晃神，我在。哎，你刚给我的连结，然后我登录之后，我完全都不会用。哎，这是什么？你为什么不会用？你不是有来过吗？我啊啊！我要点开，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照片啊，为什么会看我自己呢？你看你自己的照片，你现在在哪一个地方啊？这次有小羊，有啊，有啊。我在异次元空间，你就没办法齁啊，就是硬的，就是会反光齁啊。总之，反正你就大概看一下嘛，就是反正就是蛮猛的。敞开，你可以为明年做，而且这次是有玩就是密室解谜的概念，反正就是要藏就是什么各种线索，然后让大家去找。然后最累的地方是，就我居然是要准备那些东西的人，我想说干嘛的，死定了，就是又要印写真书，然后又要开实况，又要录影片，然后又要准备游戏给大家玩 QQ 了。你忘记缴钱，那就掰啦，抱歉，抱歉。哎，你们两个都吃饭了吗？嗯，吃一点。是我要吃苹果，等一下我会吃苹果。哦，为什么奄奄一个很累的样子？还好啊。那你今天在干嘛？今天做衣服啊，好，先去买布，然后做衣服。你今天不是去什么睡衣看猫罗记展？哎，你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猫罗记是什么？不要打给我。你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猫罗记是什么？你自动转，说好一活动一周前要寄邀请函，我不知道哎、欸，有这件事吗？活动一周前要寄邀请函哦、喔，是 email 吧？哦，是好像是 email 吧？嗯，吉米，我一个被抛弃认识的都不缴钱 ，QQ， 猫国际展，猫罗际展呐、啊，它是一个展览，哎、欸，我也不太会介绍、欸，不然燕燕来讲一下好了。就它是类似，它是一个认养摄影展，然后是结合文创跟时尚的一个摄影展。这好像有点大声，扬声器。哎、欸，是我会让你们 echo 声音吗？还是还好？嗯，有吗？还好，没有啊，没有，我没有听到 echo， 你们有人有听到 echo 吗？猫逻辑。但是我到现在还是点不进去你的那个。终于原来了，为了啊？为什么会点不进来？不知道哎、欸，他说我不能进去你的 dashboard。哦，哎，我贴错了，抱歉，我贴到我的后台。30遍，没有进去。想说到底是我退群有问题还是？我忘记了，11月6号去摄影展，欢迎来，欢迎来。我前几天有，哎、欸，我昨天有去，然后就它里面有一只大猫，超可爱。然后去了之后，你就会超想养猫。我现在就超级想，我又想要为了养猫然后搬家。哎、欸，你们会觉得我说请勿比较三的女生很鸡掰吗？我这是为了今天的和谐才有定这个规矩，好不好？不然等一下我们三个人会直接吵起来，就会吵架。不知道，咪咪啊，因为今天我不在妍妍家，那我可以吃苹果了吗？可以啊，你开好了是不是？啊，你好了吗？开了，我好壮哦。是看得出来哦，傻眼。太无码，大家不要穿无袖了。该是有差。那今天太热。QQ， 我想一下，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啊，不然我们就先从雨信开始好了。你可以先，因为你好像比较晚才发。我来吃苹果，我先开始。哦，那不然，可是就他们都知道我已经有出血症啊，那不然从妍妍开始好了。你可以说一下你 PF 要干嘛？PF 会卖书，然后我这次出的是那个Fate Grand Order 的那个吃酱，然后就是 Fate 手游啦。
对啊，帮瞎注解就是 Fate 手游啦。然后那个就是现在开始预购，但是好像快没书要二刷，所以干要不要预购就看个人好了，就看个人好了。那好像剩下几本，因为我第一次印的，因为太重了，所以印一点点，印一些。对啊，如果我想订的再订，不勉强。还有多少人会没汇款？现场拿的都会，只有那个黑熊我查不到他的钱，但是我有私讯你啦，应该是你可能是写错了，我有私讯他，但是其他人现场取的都付了，然后没付的，烟烟的都好认真哦。但如果没付的，你可以现场付啦，因为我这次就是那个什么、啊、什么确认信寄得很慢，有人好像一个礼拜才收到。干也太慢了，几个漏，然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时间付或太晚寄给你，你在现场给我也可以，就没关系。然后我表单改了，就是你可以选现场付款。网拍预购是11月8号会陆续寄出，就好，那我再去收，其他都有付啦，好像有这个大概30个吧，都有付。我好像很多人还没汇款哎、欸，好像有点多，就是现场，我有点忘记了，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视讯会议吗？没有啊，就要聊天啊。哎、欸，烟烟，我觉得你取这个中文名字就你要取烟总啊，你看你就取烟总就很屌。可以改吗？不知道，我不知道，要问 Sandy。哎、欸，一进来就听到《黄金传说》，总大家都有看过《黄金传说》啊。我这次印最贵的就是这个。哎、欸，我的那个已经出来了、欸，你要看我的陶瓷杯垫吗？干，结果又太亮了，看不到。妈，三小。哦，那我调一下我视讯的亮度好了。今天是就是视讯聊天啊。因为就是我这几天有点就无法认真的玩游戏，这样子呢，干还是很亮啊，这是杯垫。哎，我超好笑的，我本来要印两款，然后结果后来就是他就是因为他就是如果我少印几个的话，他单价就会变超高，然后所以我又想说，好吧，那算了，就印一款好了，所以我后来就也改成只印一款。觉得很 QQ， 什么逻辑啊？就是它的就是数量越多，然后单价就会越便宜啊。然后所以你数量越少，单价就越高。然后如果是不同款的话，就是不同的单价算。要做马克杯，靠马克杯就无法，太重了，没有办法达成这件事，就还好。哎、欸，没有啦，重点是雨信，因为他最晚发那个。好，那可以进10分钟介绍。对，我觉得你可以来个10分钟，因为我跟燕燕都已经就是已经超级久了。安安，你说我？对啊。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哎、欸。什么你？没有啊，我有，我只有杯垫，而且杯垫还是打样的，打样送来。我有超烂本的多的。哎、欸，好吧，那我介绍一下好了。反正我这次写证书呢，就是出了9个人，就是我出了 Love Live Sunshine， 反正就是一个制服本，然后有9个角色，然后都拍了9个人，然后去了就是不同的地方，然后到处填写一些表单，去图书馆柜，然后去餐厅柜，就到处柜，然后还有台风，还有台风，就是、对，还有台风，然后还去海边，然后。海滨内爸说，要不然我们就边刮风边拍好了，被冲走就算了。然后总而言之，我就会出3本骑马丁，然后大概这种大小吧。然后骑马丁，看那蛮大本的哎、欸，就 A4 啊，上个雾膜、哦。我是拿一尔森的来，就是投给大家看。反正就大概这种厚度吧，一本大概24P，总共加起来24×3就是几P几P去了忘了，24×3，72P。好，就这样。
靠，好猛哦、喔！72P 也超猛的，修图修要死哦、喔。然后一本有单卖，一本是好像350块吧，然后附3张酷卡给你们，大放送，就随便做。给你看呀，你随便做都出来了，是怎样、啊？还五就来找。我都被爷爷骂说这比同人字还便宜了。对啊，哎、欸，可是你不是有一个套组，就是是什么有送什么东西？就不是送东西啊，就里面好像是有附一个什么很高级的什么产品啊，还是什么东西？有附挂轴，然后我有自己去挑了一个很像 QQ 馒头的小夜灯，干白痴。QQ 馒头的小夜灯，很像、啊。你知道 QQ 馒头长怎样啊？我知道啊，反正就是 你怎么反正怎么还送？那是送的，那送给大家就啊哈哈笑笑的那种，就是好像是买了3本书，还有一个酷卡就会送一个小夜灯跟一个纸袋，反正送一堆啦。就是如果大家要买就可以买，不买就也就算了。那个哎，200块的那个那什么酷卡哦，后面有我跟嫣嫣。哦哦，有卖朋友是不是？有烟烟的哦，的什么？对，制服照一张，然后我是不太重要。我72页，其实我这次页数也没有很少啊、欸，因为我大本呢就24P不含封面嘛，所以如果是含封面的话，就是而且就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就算30P 好了。然后30P，然后我的小本的又有16P 啊，还是差很多，大概就大概是46P 吧，还是什么之类。然后但就是背景，然后海报还是。应该说，我觉得内霸很猛，因为我拍了9个角色，如果一个角色出了10张图片，我就90张；一个角色出20张图片，我就180张。干干，放不完呐、啊！内霸应该10天吧。真的放不完。哎、欸，你知道这次真的超级可怜的、欸，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三本不是就是他都有拍吗？就是这三个人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个摄影师就是叫那个，然后就他都有拍，然后就每个人都一直跟他要照片，然后我最后就真的有点看不下去，我就想说算了，他好像很崩溃，我说不然你给我原图就好了，我其他自己弄。我还跟他说，那你可以接受就是我全部的图自己修吗？然后怎样？不然我看你真的快不行了。然后他又说，哦，好啊，就是说那你自己先修好了，不然我真的也快不行。对啊，我觉得他被我逼到疯。我这个月那个朋友拍了我整本，而且也不是到前几天还在拍吗？对，拍到最后一刻哎、欸，那一组小要修了。哎、欸，我们对。哎，都于信啦，都于信啦！哎、欸，我很久之前就拍了哦，然后是因为一直刮风下雨，然后那也是你的错啊，刮风下雨也是你的错，好不好？八军才不是我的错哎、欸，在那边闹，刮风下雨，所以要请多多支持于信的写真书，350块一本，请多支持内霸写真书，350块一本，大家买一本就请内霸吃大餐。那你可以就回答一下，你真的一出门就会下雨吗？但不会啊，八区啊，要不然我怎么拍学生宿舍？全部室内吗？怎么可能？我啊，我可以。哎、欸，萱姐说我们需要请一个专门修图的技术人员，我可以啊，但付我钱，给我钱。哎、欸，我都自己修，我又从调色什么的，都到排版全部都自己来。如果给你修，我就会变成你了。我不会啊，我不会动你的脸啊，我帮别人修，我都不修别人的脸，因为我都不知道你们想要长怎样，所以我就只修颜色，然后或什么的，弄一下身体之类的，然后其他我都不，脸的话我就完全不会动。上面两个是实况组吗？不是，哎，嫣嫣算是吧？哎，雨欣好像现在也算是了，你们可以就讲一下你们在哪里直播吗？先从雨欣开始好了。我在咪咪直播。我都用手机直播啦，你们可以去找 MEME， 然后直播，然后就是因为它有美肌功能，我就可能会长得比现在正100倍。靠腰是有差哦，有差哦，我不知道。哦，好，反正就手机直播，不跟你抢。你都什么时候开台？我都晚上大概10点之后会开台。那你开台都在干嘛？唱歌啊！哎、欸，我很屌的麦克风，只是现在没办法修给你们看。哎、欸，什么？哪里？我要看。我最近也有点想要换一个麦克风或什么之类的。很狂啊！我给你看，看得不要吓到。啊？怎么？多吓？啊，其实没有很狂啊，就是长得很狂。为什么我今天在串珠啊？
看好狂哦，这什么东西啊？酷吧，我就可以这样啊，唱歌。这什么东西？那音质怎样？音质还行，然后有 echo， 就是唱歌。真的假？多少钱？在哪里买的？超便宜，我在私讯给，这很便宜。就是、那我有。echo 会让你的声音好听，然后因为咪咪可以，咪咪直播会听得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就是反正那边很适合开唱歌台啦，就有时候会唱歌。哦。会有一些 cos 节目。好猛哦！这可能闯入小梅家私生活之类的，就拿手机我家超级乱的。我家超级无敌乱的，再换麦克风唱珍珠美人。哎、欸，你知道我上次就说我要唱歌，然后因为我有一个那个视讯的滤镜的软体，然后我就那天想要玩，然后就视讯滤镜软体它就会像那个有那种 spotlight 一样，然后就会那个转来转去，反正就会有各种灯光效果。然后我就那边说用闪亮歌声开始现场演唱，然后就他们就很崩溃，好幼稚啊！没有啊，其实我买珍珠美人 CD， 你们最好是没看珍珠美人鱼，没有买 CD。中文版的，干，真的假的？你买 CD？ 真的，我买 CD 啊，我脑粉哎、欸！靠，为什么我唱歌要退？我觉得我唱歌还不错啊，不然你们说、啊，你们说我唱歌怎么样？月海说他要退订，那你们说我唱歌怎么样？雨欣跟嫣嫣说，不错啊，你看吧，不错啊，不是合唱团的吗？对啊，你看吧，他们俩都说不错，而且我们三个是很常一起去 KTV 唱歌的那种啊、哦。为什么别不要啊？你们越不要我就越要。啊，馒头来了，好胖。啊、哦、好，那嫣嫣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实况台。我的实况台就很无趣啊，跟我一样无趣。靠呀。就有路过的可以再看。他不高兴了。为什么？哦，哦馒头不爽。他不高兴，不要被我咽喉。他穿我，我操！尿屁哦！哎、欸，洞宝要来敲门了，虐猫，虐猫，超狂啊！虐猫，我也好想养猫哦，我明年要搬家，为了养猫而搬家，就是、真的假的？对啊，真的啊，因为就是我这边房东说我不，就是这间不能养，然后我原本有想要跟他良性的沟通，我就说我好想养猫，我可以养吗？我还就是很就是那个软硬兼施，然后还有苦肉计。我说，因为就是我就是现在自己一个人住，然后以前我家有养就是小宠物，然后现在自己住又觉得好孤单寂寞，就有点难过。深夜时分的时候都有点想哭。但不是说养动物就回不去了吗？你回不去了，就会一直想养啊，就一直想养、啊，就一直想养。那你也可以介绍一下你现在都什么时候开台吗？我现在固定礼拜五跟日晚上都会开，干然后剩下时间再琢磨一下。啊？什么？你再说一次。我说我礼拜早，我礼拜五跟日晚上固定都会开，然后其他时间再琢磨一下。哦，那、啊、你都开啥？开聊天啊。聊啥？我礼拜五会开那个关于恋爱的话题，今天小梅也有跟我一起开，雨欣也有，然后礼拜日会开 cosplay 跟动漫相关的话题，那我偶尔也会打咯，就大概是这样。那你开恋爱话题可以帮忙牵线吗？可以啊，可以开我爱红娘。那个就我要身高180，然后生活可以自理，雨欣视讯关了。有吗？而且你的大头照怎么是熊巫女啊？好了，我没啦。哦，刚刚可能断一下线吧。哦，哎、欸，说到养猫这件事情，就哎、欸，你们两个有去看《猫逻辑》吗？有吧？我有没？没有。然后就是它里面不是有猫的分类吗？就是它不是有帮猫分个性还是什么的？你们有测吗、没有。干，居然没测。小葵有、啊，他还没去啊！哦，你还没去？为什么？不是你妈鸡吗？是我妈鸡啊！可是就还没去，我还最近很忙，下礼拜吧，下礼拜。干，哎、欸，而且你去，我觉得你一定要就是去做一个测验，我觉得很有趣。就如果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逛一下那个猫逻辑展，然后他那边就是，反正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就是小测验，你去那边就可以测，然后他就会测验说你适合养
哪一种猫咪，因为猫咪就是有各种就是个性，然后就是性格，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养猫啊，去领养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可能就是看颜值，就觉得看好可爱哦，然后什么的，然后但是只看外表，毕竟不能长久，就像谈恋爱一样。Q Q， 这是什么大扯哎、欸、哦！什么东西哪有然后扯？这是真的、啊，就只看表，就毕竟不能长久，我们还是要个性有合，就是才能长久的走下去。嗯，170不行，170太矮了，抱歉。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有帮，就是猫，就是他是认真的，就因为他有去认真的去询问，就是顾问，然后就有一些就是兽医啊，然后还是就什么就有什么，不是会有什么宠物心理分析师吗？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是真的有，然后就有做出就九种分类，就是然后听说测出来的猫的类型都会跟自己的个性很像。嗯，我大胆预测，雨杏应该是大盲猫。大盲猫就是很忙，它会一直做自己的事情。小葵也是大盲猫、啊。小葵有很忙吗？哦，你是跟屁猫。哦，对啊，就跟他的猫一模一样啊，他的猫一直跟在后面，然后他完全不理那个猫。馒头每天就是一直跟在小葵后面一直叫，然后小葵就完全不鸟他。所以大胆预测是怎样？我要去测验，然后再跟你讲结果。因为就是策展就是负责人是我们就是社团里面一个女生，她叫 Elma， 然后 Elma 她就跟我说，她就我在做测验的时候，她就说其实很多人测了之后啊，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会选跟自己的个性就是很像的猫，就是最后测验出来的结果那个个性的叙述就是都会跟自己很像这样，所以你女性应该就大盲猫吧，然后就很忙，就一直大盲猫就是大盲人，然后他是大盲猫这样，然后他就是会很忙。那爷爷也是大盲猫吧？没测哎、欸，看你怎么会没测？但好像我好像养到是黏人猫吧，就咪咪，然后咪咪就是黏我，真的？真的假的？把腿卡我家滚。所以你是黏人的类型吗？你自己本身不是啊，我是需要自我空间的人。没有，我原本也以为我会是什么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屁猫或者什么黏人猫之类的，反正就是会很黏的类型，然后就完全不是哎、欸，我是智慧猫，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还是有落差啊，还是有点落差。什么落差？你现在在呛我吗？不是、啊，我是说选的还是会有点差距啦。嫣嫣觉得无奈，我是智慧猫，明明真的一直黏我啊，他会一直 call 我啊，然后就叫我理他，但我就不理他。我是智慧猫好吗？劝你们勿笑。好啊，反正就这样。哦，然后我 PF 也要出血针，就是我们最近就除了茶会之外，茶会下礼拜就是 PF， 然后很剧烈。然后我可以我可以讲里面的剧情吗？不行，就大概，就例如说我们有什么桥段之类的。一点点应该好吧，因为已经报名完了。哦，然后因为就是里面有个桥段是嫣嫣要赏我巴掌。然后，所以我们昨天就一直在排练赏巴掌的桥段。哎、欸，我妈那边我真打哎、欸，我真的真的还假的？真打，真的扇他一巴。反正嫣嫣这次的桥段就是一直赏别人巴掌，很爽哎、欸，很爽的角色。感觉意思是你想要赏我巴掌吗？嘿嘿，我只能叫你们请停一停。等等，请停一停。然后什么的，哎、欸，我们等一下收音台可以来背个台词，然后之类的。干，台词超级难背的，我这次依然还是很长。比上次少吧？哦，比上次少很多啦。这是最长台词最长的是小妖，超可怜的。小妖超长。真该说你是愚蠢呢，还是什么？哎、欸，真该说你是无知呢，还是愚蠢？咱看那一幕就值得。好啊。而且就是我们的赏巴掌有大小，有大巴掌跟小巴掌之分。然后 Elma 就是被赏小巴掌，然后所以还是只被这样，一下，就是只不过脸白一边。然后我是要整个人跪到地上，就不，然后什么的，我就跌坐在地上的那种概念。遗憾没报名成功，明年，哎、欸，我明年还会有吧？楼上明年有，会啊会啊。那明年还会有撒狗血剧情吗？看一下今年反应。你要再刷一次吧。如果靠腰啊，要一直死是不是？好笑，台词感觉好帅，就
这台词是那个，这不是我们的，是小姚。反正就是我们这一次就是语性又没有那个人，啥？没有视讯的。啊？对对，他有特短，他有特短。然后我们里面就还有就是施魔法的画面啊，就很像就是在拍哈利波特什么去武器走之类的，但不是我们不是，就我们要施一个就是什么定身术，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不能动，人就不能动。就各种，反正今年就是很狗血。好啦，但是就是因为我怕我们下礼拜就是要处理商品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开台怎么样，所以想说这周就先拉出来开，开一个。哎，其实我本来今天的主题是想要很激进，哎，多激进？例如呢？就是我今天本来是想要开就是抱怨大会。太激烈了，就我不是有说我最近就压力很大嘛，然后什么之类，我本来就是想要就直接开台，就是抱怨，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就是很烦哎，忙哎，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一直抱怨，一直抱怨，然后就但后来就想想算了，干不要这么玻璃心，然后我就想说，不然就来聊聊，就是我现在就是帮大家预防，就我们就可以先说出来，我们有没有什么雷点，然后不能踩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就是撇下那个下周 PF 的时候就不会被踩雷了，不错吧？啊，谢谢小雷订阅，感恩。私だよ。早く入金してください。我真的有时候会变头贴，好像我头贴是放正常的照片，不然你头贴反而是放什么照片？为什么你会突然变身？我会变头贴。可是我觉得这张头贴还是很差，我很久没开 SK 了，你知道吗？大概800。会很久 ，SK 真的就是很烂烂的，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是很好用，就应该来找寻。就是你看，又来了，又变成奇怪的人了。你家网络到底是多烂？那你家网络这么烂，那你开直播的时候都怎么办？我用手机啊，是用手机啊。哦，没有啊，反正今天就是希望就是。什么防范胜于治疗，就是比起大家就是在那边踩雷点，然后在 PF 大会过后在那边狂道歉，我们不如先来防范胜于治疗。就是所以今天就想说就聊这个，就是看就是大家 PF 就有没有什么雷点啊，或者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先。可是也没有就是说要讲那么直接啊，反正就只是稍微讲一下，因为毕竟其实大家还是就蛮乖的，就还好。那主要就是有一些比较。我上次听说有人会直接去，就会说啊，你这个衣服好好看哦，然后手就摸上去了。QQ， 我是真的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件事情，哎，就说啊，你这个衣服怎么做的？你的盔甲，然后就摸上去了。你知道，哎，大家记得那个什么暴雪 cosplay 大赛不是有个石碑吗？对啊。你知道龙龙有被摸胸部吗？被谁？就摸胸甲，对是吗？对啊，被摸胸甲，就直接被摸捏捏。谁呀？路人哦。对啊，就好像是他在出场次的时候。好傻眼。他要直接被摸捏捏。可怜。然后，可是我觉得路人一定是觉得什么胸甲很厚，摸一下不怎样。可是，靠，就是那还是很，就是再怎么样，他还是捏捏的形状吧，就是有点那个。不觉得太害羞了吗？就怎么可以，就是。哎，那这怎么做的？然后就这样摸上去了，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决定要来换一个头贴，换个比较正。波波声。可是我觉得艾利克斯还好吧，因为主持人他总是要做个效果。可是是真的有些就是路人会直接，我觉得路人不好，但是如果主持人的话就爽，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效果。如果他在旁边看到哦，也蛮傻眼。我觉得路人就真的很夸张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就算就是在场次上，就是为了就是可能跟大家聊天啊，交朋友去，可是就还是会，我自己是会就是还是会希望有一个安全距离在，不然很可怕。你看，如果是像一直那种360度的，然后如果全部人都跟他只有1厘米之间的距离，不觉得这压力超级无敌大吗？哎，我发现我手自动补光，为什么没开灯？好像也没有很。反正我听到，我目前听到就比较场次中比较夸张，就是这个、啊。其他的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自己没本身没什么，就本身没什么雷点，就
界还好哎、欸。你们在场上会就是会发生什么让你们比较不愉快的事情吗？例如。Hello。喂喂。喂喂。我在啊。我说你们床上有发生过什么让你们觉得不太舒服的事情？等我一下，我接个那个，我接个耳机好了，因为吴廷国一直在那边讲 SK， 然后越讲越嗨。QQ。QQ。本来想换一个大头贴，但是我 Wings 的 Skype 真的是，但我不知怎么用这个。Wings 我觉得不太好用哎、欸，就是它的界面就是有一点。让人觉得现在有点不知所措，就你无法，下意识的知道你下一个地方要按哪里，就还好啊。就我在场次上，你也换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头贴，等下断掉的时候比较不累。我想一下，我场次上有什么特别介意的地方？插队吧，插队，我很尴尬，就我不喜欢。就其实我有时候会看到，就是你们知道，哎、欸，女性的艳艳知道什么叫做解压缩吗？什么意思？就是解压缩，就是 有点断断续续的。谁、欸？我？小梅有点断。喂喂喂，这样还有吗？还有啊。好像好，没有听到断，还好。好了，好正常。就有一个说法是解，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就是派他朋友去。派代表排队，然后就可能到那个时间之后呢，他就是他的，就是他的派代表排队，例如说一个，然后就是真正到就是现场的那种领取购物的时间呢、啊，还是什么时候，就突然变成五个、四五个，然后什么之类的。是啊，就很常、啊、这种就压缩，超级常发生。这就叫解压缩啊，就是他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人啊，然后就到那个、到那个时间点解了压缩的时候，就突然变成四五个人，就排在一起。可以这样，太热。就因为不是很多摊位都会有什么前十名限定啊，什么前五名限定啊，然后就会特别拿什么东西或什么之类的。嗯。然后他们就，他们就会为了就是要排，就是排那个限定的东西，然后就什么解压缩还什么之类的，就蛮夸张的，蛮就蛮扯的。然后就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说，哎，就是不好意思哦，还是就怎么样的，因为你可能也正在摊位里面嘛。然后，但是你又眼睁睁的就看着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就解压缩，然后越解越大，然后我又觉得，干，这也太尴尬了吧？大家可能傻眼一把。其实还就是这有什么好？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插队的、欸，因为就是不就这样子吗？知道哎、欸，狂粉，狂粉应该就不会插队了吧？应该是懒得排队的人。为什么狂粉不会插队？狂粉知道哎、欸。啊，我应该我这可能我人很少，不会有插队的问题。我没有，我这边也是目前是没有看到，但是我就有看到就是别的摊位，可是就是这样，就是就还是不太好吧。是哦，嗯，耳机不是很贵，耳机就应该蛮贵的吧？我不知道，你买多少钱？不知道，几千吧。好贵哦！我请那个美国朋友帮我买。你怎么买得下去这么贵？它蛮可爱的啊，我看到蛮可爱，我就买。啊，是哦，那如果。就是现场，就是你们摆摊的时候，会觉得发生什么状况，就是让你自己觉得很尴尬。例如说，我想一下有什么例子。这种时候硬要讲，还真的一直有杂音哎、欸，啵啵啵。可能是那个不知道谁的手机里的那个麦太紧。那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吧？没有，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的。烟总的耳机声音好吗？常看到，还行，还不错。啊！看我的手机掉了。小梅声音变好小声呐、啊。对啊，他那个有点喂。喂喂喂，这样嘞。有一只波波波。波波波。还是我波波波？我把我的麦关掉看我。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我吧？好像是你。没
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关掉还是有。所以是我吗？对。那我换一个麦。我不是买台湾代理的、欸，我是买美国就是原装的。啊，我朋友帮我买的、啊，朋友在美国买、啊，然后坐飞机回来拿给我，就这样。所以我买蛮便宜，就是美金多少钱我就买多少钱。我耳朵要聋了。结果我也要戴了。好吧。我知道台湾代理啊，但就我知道台湾有代理，可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是那时候我想要的他没有吧。喂喂喂，好多了。好的。好。好像好一点，我觉得没有波波波的。喂喂喂，好了好了，干，所以我的麦克风，哎、欸，刚好我要换一个语性的麦克。那你的那个麦克风音质好吗？你觉得那个麦克除了会 echo 之外，我不知道哎、欸，我你可以问其他，哎、欸，有看我，你应该还好，应该还行吧，我不知道。我在跨年101的感觉，小一声，啵啵啵的声音。现在还有吗？欸、你已经大声到我戴耳机都听得超清楚，再小声。你说我吗？我说我，我还有啵啵啵吗？没了没了没了。好，那就讲。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场次也不喜欢。好了，不然从不喜欢开始讲，真的太尴尬了。那你就从喜欢开始讲好了。就是你觉得你喜欢，就是人家来。该怎么说呢？就是要怎么样去你的摊位会让你第一印象很好？燕燕先说。我。对。我觉得有礼貌吧，就是正常人啊，可以学正常人吗？这个也太不具体了吧？我很常遇到不正常的人。那你觉得有人是不正常的吗？是这么有很多啊。我边叫边冲去找你，这样我也是没有啊，就是。就看得到，就是这个人就是不太正常啊。然后我想说，那正常是什么？主观意识很强烈。然后说啊，不正常，干嘛要到正常人的世界里面活着啊？干什么事？我靠！我可以说吗？这个关要怎么安？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正常有礼貌啊，就很好啊。我觉得大部分都很正常，但偶尔会有就不正常的人。怎么样？很多人之前也有遇过，就是跑过来要呛我说，哎、欸，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心想说，就在呛你啊，呛过我们队友啊，就说哎害人妖，然后不然就是什么，什么就真的有，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是街边就直接呛我一句，就说什么你今天看起来什么，你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那么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是难听的词，就是例如说一般人啊，我就说你今天看起来很肥哎、欸，你水肿，就你今天看起来什么死鱼脸哦，还是什么之类，然后还有什么。哦，什么一见面就说，哎、欸，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我也觉得，我也觉得问我是谁很尴尬。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欸，哎，他就说干就有这种人呐、啊，吼，然后什么蔡心啊，我就说哦，那我们在哪里认识的、啊？你说说看。他就说我是你的，我是你怎么我有看你实况啊？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哦，我又看不到你的脸，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他说怎么没心呐、啊？然后就开始就开始数落，真是怪人、欸。然后我心里就想，这太傻眼了吧？心想说我看过。而且我还知道他是谁，我现在就我后来就知道他是谁，然后所以他在我心中就归类于就是不太正常的人类。我就我真的很傻眼，我也不想攻击他，但是我建议他应该要先去看看医生，或是就是到适合他的环境，例如精神病院这样，会对他比较好。这真的蛮夸张，哎、欸，我没有遇到这种人哎、欸。但我每次去尝试找别人认亲的时候，我就怕就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不管是看到谁，我一看到我就会说嗨，我是雨信，这样嗨、欸。我也会，我就会避免，就是我就觉得别人应该也有可能会认不出来我是谁，因为我觉得也超愚闹的。我觉得全是我可能看到 Hiko 的时候，我就会说嗨，我是雨信，然后他每次都说我知道你是雨信。我也是，别人都会这样讲。就是他已经被我讲的有点烦。就要可是我还是觉得很久不见了，你 cos 其他的角色，他不一定知道你是谁，所以我还是。而且，我觉得最尴尬的就是我碰到卸妆的 coser， 我可能也会认不出来。就有的时候可能在路上，然后他没化妆，然后他就说：“哎、欸，小梅。”然后我就，
可以先介绍一下你是谁吗？守罪，我就内心啊，内心就 OS 就是可以介绍一下你是谁吗？而且他卸妆，就是我觉得 coser 就是有化妆，然后跟卸妆，就是气氛会，我不是说五官差妆还怎么样，就是你这气氛，你就会完全认不出来他是谁，所以我就会尴尬。然后所以我自己知道就这种状况很尴尬，所以我也是遇到别人，我也会直接就说啊，我是小梅啦，然后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可是就是很多人就喜欢讲猜猜我是谁，或者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你还记得我？对，有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我们遇到蛮多忘记，我遇到蛮多就是劈头说哎、欸，知道我是谁吗？然后我绝对是回答他我不知道，我就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我也会回答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如果真的不知道不知道。然后我遇过就是我上次啊，就上次 F F 的时候、啊，然后他就说他就开始数落我。那我心里想说啊，算了，我也不想要生他的气，我就想说哦，啊，还是赶快去看医生好了，就是有病就赶快去医，不要拖。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大概可以理解，就因为我上次有问小葵，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会用不太正常的方式就是打招呼，因为通常打招呼的就是首要标准就是哎嗨，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怎样，我在哪里，就是我是在哪里认识你，或是我在哪里知道你的，就不是通常就会这样子嘛，然后。等我一下哦，他说了他是谁下去，我就哦，那我知道了，对啊，我就知道了，就嗨，终于看到你本人，大概这样。经常遇到怪卡。我找不到我哎、欸，土豆，你私讯我，但是我却无法回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一点错误，但是就ban吧。今天就是如果有违规的，就不要客气，不要管，就是他认不认识我。真假的，有人要被ban了吗？就 QQ， 就是有人违规，就是不用管我认不认识，你就直接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好抠的、欸。我刚讲到哪里啊？就是什么怪人。就是对，就是首先见面一开始不是都会说啊安安你好，然后我是谁谁谁，然后在哪里认识你的什么的，就不是都会就是稍微先不管人家就是认不认识你，就是都会讲很多次，然后但是我重点要讲什么我又忘记了。我认识的女生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女生都蛮客气，就是、啊、我想起来了，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是很常被大家就是说就一见面就是说，就是他可能就会，就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就有点，就是前阵子就是胖胖嘛，还是有点胖，然后所以就可能有人就会见面，就是说什么，哎，要肥几公斤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这已经是吴廷奎的错，因为吴廷奎每次见面都会这样子呛我，然后所以可能就是后来就有一些人就觉得，哦，是不是因为用呛的方式，我比较容易记住，然后所以有些人一看我就可能也会用就是呛的方式就呛我，但是我就会很塞，我就想说。发生了什么事吗？就是为什么你要一跟我见面就呛我？怪异。就是而且就是可能就是我跟他就还不熟，还什么，就是可能，就虽然实况上他有跟我，就是就你懂的，就实况他可能会就是来看你的实况或什么的，但是其实你们是没有见过什么面，然后你们就算是面对面聊天，但也没有超过五句的那种，然后但是他一跟你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呛你，然后就觉得有事吗？是有事。要不要去看医生？这怎么办？然后就觉得尴尬，然后就内心就会默默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怪人吗？啊，对，的确是我有把你记住，但是是怪人的那种记住，不好意思，抱歉。好可怜。但感觉女性就不会遇到这种人，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遇到什么？就你好像不太遇到会呛你的、啊。哦，我不会啊，大家都和平友善。我也不知道哎、欸，可能我看起来很凶，大家不敢呛我。屁嘞！因为最近大家说我很凶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哪里啊？很凶吗？为什么？不知道。哈、啊、哈，你来了。没有没有，我也不是说就是完全不能呛还是什么的，就只是不要一见面就这样子嘛，就至少让我知道就是你是谁，然后你是可能是有很常在看实况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你介绍完之后，你要再呛什么的都还来得及啊！你不要一开口就什么哎，什么哎，你现场看起来很胖哎、欸，我就觉得啊，怎么发生什么事吗？就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行，但是你不要一开口就是对，就蛮傻眼的。
就有点怪，就想说啊，不然就帮他叫救护车好了。所以雨杏是觉得大家觉得你最近很凶啊，啊你为什么要很凶？我为什么要很凶？我没有啊，因为烟烟到处跟别人说我很凶。嗯、我有在跟别人说。杨德一直看到我就会说你什么时候要生气？你什么时候要生气？哦、对啊，我印象中也是觉得你蛮凶的。你说我很凶吗？就是雨杏好像就是有一个点，就是不能碰，就是是怎样？是约定好的事情还是怎么样吗？就是不能违约还是怎么样？还是我有点忘记了。就你是有一个雷点，就是你不能碰，就你碰就是碰你就会暴怒，就之类的。应该是说你就是应该是说我的雷点是你不能烦到我朋友啊，就是麻烦别人，麻烦我没关系，但是麻烦朋友我就会生气。就是如果麻烦了，然后还就是明明就是约好，然后之后就放生，就我就会有点尴尬。那如果有人跟你们讲说，我有订阅你们，或是我有买你们的 VIP， 那我可以呛你吗？那这是你怎么办？哦，不行啊！你既然都这么问了，我当然要回答你不行啊。有什么事？你要这样问，难不成我还说好？我是抖 M 吗？有什么事吗？你都已经问了。对啊，就我就会把钱退给他。退你钱哦，安安。对，不是，所以是为了呛我而订阅我吗？是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啊，不然我们给他钱加，让我抢好了。可以吗？可以吗？所以可以。我就说，哦，好，那我给你150啊，那你让我抢。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可以，应该可以。这样如果 OK 的话，那就好。当他回答这，当他问这句话说，我有订阅你，或是我是你干爹，或者我是你大爷，让我抢。那我就说，哦，那不然我给你钱，你让我抢。好像很不错对啊，那我知道了。就是下次有人真的再这么问我的话，我就这样回他，我说那我给你钱，那你让我抢。对啊，现在这一刻。对，刚刚有一个人提出来，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有订阅可以踩我吗？就如果雨杏有一天有一个大爷就说，我是你的 VIP， 你可以踩我吗？我不想因为我不想，不然他可能会很爽，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很爽，他可能会很爽，听起来有点变态。不是，因为好像真的会有这种人，可是我就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踩别人，就是就我无法同情。我自己是觉得，就我自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不会。就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就是可能是什么茶会，或者是就之类的有特别的活动，就是有这种什么特殊限定的。是什么彩？还我就是没有在大庭广众会啦，但我还是尽量不要。虽然如果他们真的可能会很爽，但是我心理上觉得很怪。然后就我是觉得，如果是在就是密闭式空间，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可是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在什么场次，就说全妹你可以踩我吗什么的，我觉得。不是啊，我就想说，你可以考虑一下用路人的感受嘛，就是你知道站着的那个体积，然后跟就是趴着的体积，就是会你会就是增加很多，就是更让周边的道路更加的拥挤，所以我自己是以就是用路人的那个权益为优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最好是不要在场次上就是要求这种事情，就是还是要习惯一下，就是不是习惯，就是要考虑一下用路人的感受。就实在是不太 OK， 这真的很夸张。就是之前啊，不是还有看到就是什么在场次上啊，然后就是什么，就有一些就是 coser 小朋友，然后直接拍就是臭的，你知道什么是臭的吗？白色色的，对，就直接拍色色的。我就想说，看有事吗？这不是在公共场合吗？就是为什么在公共场合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总之，我就觉得场次就是还是不要就是做这种太夸张，要把表现像正常人，表现像正常人就很重要。但是这样讲，真的还是觉得很也不太具体。但你说什么？现在是要讲好榜样吗？还是什么？对啊，就之类的，就怎么样才算是正常人？可以来说一个笑话啊？什么？所以一见面就雨杏，我跟你说一个笑话吗？对啊，就来的时候不是啊，就是见面的时候就聊个天啊，然后聊一聊就说，那你可以去逛其他摊位啊，我们等一下外面见。
要然后他就可以去看去逛其他摊位，然后等一下外面见。我不要，但不是很忙哦，所以你觉得就是等，就是你就希望你说那句话，就说等一下我们外面就是你可以先去逛其他摊的时候，他就可以认真的去逛其他摊吗？对，我是很认真发自内心的想，我不是傲娇，我就只是认真希望你可以去多看其他摊，是其他的。你也是聊天吗？那边你也是聊天。哎、欸，其实有点尴尬，因为我们这次的摊位好像又不是在边摊了。对啊，所以我今天我有规定，他们只能来跟我讲话十分钟，然后让我快点收摊，然后我就可以出去跟他们聊。可是十分钟好像也很久哎、欸，你要算一下，一个人十分钟，你一个小时只能签就是六个人。啊，要来顶你货的有多少人？你这样来得及吗？什么？你说我吗？对啊，你这样来得及吗？转过去，不是应该蛮少人的吧？我猜，然后我就随便就在旁边，哎，这样就不能留在摊位上。我不喜欢别人留在我摊位上，要不然我压力很大。为什么？那如果他说我可以帮你，就我可以，就是如果你想买水，我可以帮你买。欸、就是说我那时候是真的需要水的话，我就可能可以接受他的好意。但是如果他一直在我旁边，我会压力很大。就有你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你旁边一直看你吃的感觉。我干的这压力很大。哎、欸，应该压力很大，但他也没有错，这只是我压力自己心里过不去而已。那哥发话了，他问我们两天都去吗？其实我不知道、欸，哎、欸，我们两天都去吗？我第二天 maybe 去 ，maybe 不去。会。你第二天也会去啊？那你要办什么？你要出什么？不知道。干，那我看大家好了，如果大家去我又去，大家不去我又放假，哎，好累哦。我想一下，我摊位有什么？就可能就也是这样吧，就是哦，就是我比较建议的是在花博还是台大忘了，花博啦，哦，花博吧，这次是在花博吧，花博吧，好像明年才是回台大、啊。就是我不知道，我没有查，我发誓我没查，所以我问你是吧？我声音可以大声一点吗？哦，那我开大声一点，这样有大声吗？有。内霸辛苦了哦。哎、欸，内霸我人很好哎、欸，我不要叫你内霸，好奇怪。内哥我人很好、欸，你看我还帮你修图。内哥小妖修完了，最后那一集。内霸爱你，我会送你一本，一百本，送你一百本。哎、欸，内霸说他 day two 才要来。啊，好啊，那为了内霸，我 day two 去一下，我可以去帮你打光，我不要睡觉。好吧，那如果大家 day two 都要去的话，那我也去一下好了。我拿相机去当路人，然后我就快闪。随便，超随便。那我第二天也要当路人。那所以你们可以接受我随便开台吗？就是随便闲聊台之类的，不知道。啊，你讲啥？没听到。没有啊，他们就说如果什么我两天都去的话，我礼拜一一定会偷懒，然后就不开台。我说，所以你们可以接受。哎、欸，但你们可以去追别人的台啊。完全听不到他在讲什么，你听得到吗？喂，听不到。喂喂喂。是我的问题吗？没有，我也听不到。喂。哦，有了。你刚声音。声音刚刚消失哎、欸，干好怪哦、喔。反正就没有啦，刚刚就只是有人在问我说，如果就是我两天都去太累的话，礼拜一会不会偷懒？我又说随便啦、啊，就随便之类的。好，那我下一个问题问，我想想问什么比较好？就是因为不是现在不是都会有一个喂食的文化吗？你最喜欢就喂食的文化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就说啊，就是这是就是来看你啊，然后顺便拿一些东西给你吃。你最喜欢跟最不喜欢的食物排名，燕燕先讲好了。嗯，蚵仔煎吧。蚵仔煎是什么啦？你是说希望大家来找你的时候带着蚵仔煎吗？你会吃吗？你以为我之前收到霸王，我是真的有吃哦。那个啊，我喜欢吃那个啊，华远的那个啊。哈？那个蚵仔煎洋芋片，嗯，他喜欢洋芋片，哦哦哦，他喜欢蚵仔煎洋芋片，就是那个便利商店有卖那个绿色包装那个，那最会打发我。那最不喜欢的呢？还好哎、欸，就还好，我没有特别不喜欢什么。
不是波卡啦，就是蚵仔煎的口味的洋芋片啦，就绿色包装的那个啊。不是波卡齁，这是华园的那个啊。那雨欣咧？我？你说喜欢跟不喜欢啊？对啊。我喜欢霸王。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巧克力。霸王呢？我之前真的收到一个霸王，我真的是。不是不是一个吧，是三个，是三个吧，还是三个还是四个？你有一次，你有一次就直接收到三个还是四个霸王，然后你就用求助的眼神看我，然后我就什么意思？我记得我然后分一个人吃了，还是就是我，是蛮好吃的啦，是蛮好吃的，只是常吃收到霸王，真是不知道该吃还是会下毒啊。真是我跟你说到什么一条，这里一条食品养乐多，傻眼。食品养乐什么意思？你说他给你整条养乐多给你吗？对啊，因为我喜欢喝养乐多，他就送我一两条、就是哦。可是你知道，如果一次喝不知道几罐养乐多会吐哎、欸，会吐啊、哦，好像二十吧。可是我连喝过食品还好，还行。怎么会连喝食品？有什么事？太白痴！但现在应该不行。我跟你说，我最不喜欢的，我最不喜欢就是有加任何核果类的东西，像是。什么核桃巧克力，什么核桃虾回，真果什么的，或是核桃、哦，还有硬的糖果我也不喜欢，我就不喜欢硬的东西啊。哦、吃软可是你很不是你不是有很喜欢一个巧克力的牌子，里面不是有就有核果类吗？没有，那里面没有类，是 Twix、哦、Twix 里面没有核果类，它只有牛奶、哦、那个。啊もしもし私对我谢谢 NOMO1010 订阅四个月感谢早く入金してください女性最恨坚果类欸 Taco 超懂你的他一个理解你很深刻好懂你真的是哦欸我觉得那我觉得我的那个还蛮喜好还蛮奇怪的我就喜欢就我想一下我最喜欢什么是没有喜欢什么，我比较喜欢喝的。我最近喜欢海苔糖，最近，因为我每次海苔糖超好吃。我上次喜欢科学面，海苔糖超好吃，然后就拿一个科学面。我上次 L M S 的时候连吃三十个海苔糖就吐。很好吃耶，我妈也爱。海苔糖超好吃的，好不好？海苔糖好吃。哦，不是我三十个就会吐。我要先自白一下，我要跟大家道歉，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时候来探班，不是大家都会买饮料吗？还是什么？就是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介意，就是如果你们买饮料，然后就喝的小声了，小声啊！我说如果你们买的饮料，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说如果就是我现在问观众，如果就是你们买来的饮料，就是其实最后喝的人不是我，你们会怎么样吗？但是喝的人绝对是我附近的，就有可能是就是楼上这两位妹子啊，然后或者是就那天帮忙的小帮手，就是做个人情这样。这你们会介意吗？他们变工头了，就也不是，因为有其实我喜欢，这我喜欢喝就是奶茶咖啡类，就如果是这种，我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有一个慰问品，就工作很辛苦啊，然后就有慰问品的概念，然后可是就有的时候就可能就会觉得啊，好像有点太多杯喝不完，要怎么办？因为你们知道顾摊位就没有办法一直跑厕所，所以其实也不能喝太多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就会想说，就是可能看就是隔壁也很辛苦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又说啊，就是尤其是夏天，就因为夏天就很容易会中暑，然后我就很担心就是大家中暑什么，然后我就一直逼迫我身边的人一直喝东西，一直喝东西，一直喝东西。我说你们快点喝，不要中暑，然后什么的。因为烟在香港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是烟在香港各种中暑。我说你在香港。喂喂喂，他去天边了，好干 ，SK 超烂。喂喂喂，好可怜哦。喂喂喂喂喂，这是你吗？对，你是谁 ？Skype 超烂。嗨，声音少女。Skype 超烂。Skype 超烂。对啊，先啊。所以你们现在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有啊。哦，反正就是我自己是喜欢就是喝的，就是奶茶咖啡类，就是。就我就觉得就很好啊，就是很方便，因为如果有时候就是送一些吃的，然后我现场又不能吃，就因为可能就是很麻烦啊，就是可能手没有办法开东西啊，还是什么。然后但是如果肚子又很饿，然后我就会干嘛可以看，然后但吃不到，然后就觉得不爽。他送罐头呢？
看得到吃不到就觉得很不爽。送罐头啊？干罐头怎么吃啊？对，要带开关去。干，就是对，所以我又一般就是我就会选就是最方便，就觉得啊、哦、就是应该如果说是最喜欢的话，应该是这个。讨厌就也还好，白菜卤吧。我之前遇过送泡面的、欸。然后我就说送泡面很好啊，不是吗？但是就是我回家吃，他说他有带热水，然后拿出保温。什么？这压力好大啊！很酷啊！你当场泡吗？但没有，就说不够热啦。他说他送我的那个是不知道日本哪一个牌泡得开，就只要好像80度就可以泡开。这个压力好大哦！那万一你吃饱了怎么办？对，这种就是压力很大，我也不想压力很大。这个压力很大，好不好？自尊压力很大。我就说哦，睡前要吃吗？他说我想看你吃，我就哦哦。啊！等一下，他是认真的想要现场看你吃泡面啊？看真的假的？我就知道哦，哦，这只两口，它蛮好吃的。但压力很大、欸。我就站在路边，然后呜吃很快。女生，然后他就很高兴。我说是女生就会有就是一些很贴心的，像有一些就真的会现切水果，对，就是现还有现泡茶，好吧，现在还有一个现场挤泡芙，那真太厉害，什么东西啊，他就背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保温箱，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泡芙，我就哦这什么要吃吗？他说等一下，然后就拿出一个挤像那个奶油花袋。然后有花嘴那一种，然后就一挤说好，你可以吃了。我就我靠，然后想到就是、好猛哦、喔，好猛哦、喔，甜点达人。好，那你们收到什么让你们最感立马吃？那你们收到什么让你们最感压力、倍感压力？霸王啊！霸王为什么有压力？你不是很喜欢吃霸王吗？是这样讲啊，但当场不是，我觉得只要当场吃的那一类，我都蛮有压力的。哦，越不想吃给他看。融化到天边的巧克力，说它轻松。那已经融化到天，我就会很有压力。所以你不想要现场吃？我不喜欢手做但又融化的东西。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可以一直来，我们合照就好，不一定要送东西，就不一定要喂食我。欸、我也觉得，就有的时候会变胖哎、欸。你看大家给我吃一口，我真的是肥到天边去。鹅鸭面线，这太夸张了吧？这到底要在哪里吃？这真的是有点尴尬，这真的是有点尴尬。我觉得对啊，我是觉得还是可以提倡大家，就是其实也就不用带什么东西啦，就是如果要就是慰问啊什么的，就没有手机和拍一个合照个什么照片啊，还什么就好了。你看，就是说不定就是，看你说我也不能吃啊，万一我肚子很饿，我就看到这么多吃的在这边，然后我又不能吃，然后我就觉得干好不爽，看得到又吃不到，就觉得很烦。啊，爷爷觉得倍感压力的东西是什么？热的吧，因为我不喝热，不吃也不喝热。可是热的你就可以放在旁边等它冷啊。对啊，那就还好。如果是烫的，我就。你可以用很不热的热水泡泡面吃。就是、对，可以用很不热的热水泡泡面吃。可是，哎、欸，他其实蛮贴心的，就是给你温开水来泡泡面。对啊，对啊，他就说那个泡面80度就可以泡开，我就。我就不，因为我是不敢吃热，任何热的我都不吃啊。认识我大家都知道我不吃热。之后现煮火锅会不会？怎么可能？现场又没有那个，就没有。下次有带，哎，不能开火会被抓出去。对啊，臭豆腐也很压力。有人会送臭豆腐，还先被厂办赶出去吧？臭豆腐超臭，我快不行了。臭豆腐超好笑。我觉得要吃那种要啃的，应该也蛮有压力。就是给你弄一个要吃很丑，然后吃很丑，然后你的脸就会这种，就很崩坏。然后这是他是想整我吧？很好笑。哎、欸，好像是哎、欸，用啃的好像就是压力有点大。或是给你一个冰淇淋，说它快融了，赶快吃。我觉得快融的东西、哦、这个不行，我觉得快融了这就这么就因为没有，因为就是摊位就是很小，就可能会就滴到衣服还是什么。那如果是人家手做的巧克力，然后它有点融了，我就说、哦、这好尴尬哦。不是，是人家说他做的哎、欸，我就会我就有点压力。我就跟他讲带回去冷冻库放着，我再把它拿起来吃。哦、他冷他就会在，对啊，好方法。我之前都会啊，就是融化我就放回冷冻库了，你等再打开吃。
肉粽感觉很可怕，谁会送肉粽啦？有谁啦？有肉粽，谁啦？刚好离中秋节蛮近，就 PF 的谁某一次的 PF 有，去年那送你肉粽，那你怎么办？他送我八宝粽啊，就是那种打开是减重甜的那种。哦，甜的就还可以，就还哎蛮好吃。他有装起来，就装了一个袋子，说就是他不知道哪里买，很好吃，就是可以加那个蜂蜜的那种，蜂蜜跟黑糖。好好笑，也没有，就是要，我觉得就是要可以就久放，因为就是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吃，或者是那天的衣服可能就不适合吃东西，所以就是如果你可能就是放一下，然后就是它就要毁灭了，就是可能。有什么哦？这个就可能就送你一个什么三明治，然后里面有蛋，然后跟沙拉什么的。说、哦、这不能久放哦，然后就好。然后如果连续到就带好几个这不能久放的东西，我就想说，那我就今天有没有热量爆表了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啊、送大汉堡呢？我就会直接吃掉吧，就看麦当劳欢乐送吗？哎、欸，好很不错哎、欸。我觉得大汉堡，我觉得我们这次可以一起叫那个麦当劳，哎、欸，还不错、哦。对啊，反正我们这次连摊，哎、欸，我们三个人的摊位就都在一起哦。金沙应该都现场就吃掉了。我们这次摊位在哪里啊 ？K 真的不会吃掉哎、欸，因为中间是核果类。哦，我也不吃那个核果，我都给 L 妈吃。那我就把外面的那给我，我就把外面那层吃掉以后，然后拿一颗核果给 L 嘛，他就把它吃掉。我超爱，给我。真的假的？给我，我最喜欢那个啊，就是热量很高的那个士力架。我不敢吃士力架。那爸说他把巧克力放口袋，然后都花。好笑。为什么他都遇到这么好笑？巧克力有时候保存不好就很雷，就是因为会花到。就很尴尬、啊，就是这东西就是很尴尬。然后之前冬天的时候不大会送暖暖包吗？暖暖包用到现在都夏天了还用不完。哎、欸，对啊，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要送就要送，就是没开封的，就那种就是明年就还可以用啊，不觉得很好吗？对，送到现在还用不完，一堆暖暖。没错，好白。而且然后女生送面膜就蛮哎、欸，面膜超。很不错哎、欸，这是因为女生送的东西比较贴心，也蛮实用。女生就比较女生比较贴心，就女生都知道女生要什么。送面膜很有那个哎、欸，很有巧思哎、欸。我遇过角膜手，遇过送面膜，然后手膜跟那个足膜的。人好好、哦。他怎么乳晕红嫩贴？什么东西？我就想说，是要全裸的吗？我不知道。我打开都看到，我有点尴尬，但想说是想干嘛？没有遇过送卸妆油。哦，哎、欸，这修足时间有啊？修足有。哎、欸，修足时间也超级适合。还有那个、啊、蒸汽眼罩也蛮多。哦，蒸汽眼罩超贴心、哦，好实用，好实用。我的大爷们有时候会送我，好好哦，你们知道了。我就收过各种奇怪，而且之前就有一阵子是刀剑很红嘛，然后那阵子就刚好我都出蛮多刀剑的角色，然后大家就以为我很喜欢刀剑，然后我那次场次结束，我收到一整袋全都是刀剑的东西，我马上变成刀剑博物馆，就像我们家小鸟博物馆一样，从钥匙圈到公仔一应俱全，我现在也快要变成兵长博物馆，我现在超多他的 PVC， 哎、欸，刀剑乱舞博物馆。哎、欸，但为什么你们都是男生啊？我的都是女生，我都是小鸟、欸，哎，好难过、喔，我都没有领。其实我最除的是 free 的领，你不能叫男生送你领啊，因为 free 是就 BL 剧情、啊，然后根本就不想买，因为他连看都不想看。他们一拿到手就要壞掉，就是妹子会送我、欸，哎，妹子会送我那个 free 的镜子 ，free 的就是海报，我都贴在我的那个 free 专区，就妹子会送你、啊，因为他们就可以接受，他们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但是 free 本身是一个就是太腐的，就太基佬的动漫，所以我想男生应该不会去买。龙马酷，龙马没有专区，因为龙马有点过时了，他就只有回忆区，放在回忆区。好可怜。不用哈，不是，就是这个话题不是要叫你们送东西还是什么之类，就不是，就人来就好了。主要只是就是在考虑一下，就是什么东西比较容易，就觉得很困扰，就只是一个心得互相分享的概念。那你们有遇过疯狂的人吗？
就是怪卡，怪到不行，然后实在再也受不了的人。再也受不了。就是再也，只要再一秒你就要抓狂。再一秒就抓狂，我好像没有在场次上抓狂过。有遇过再一秒就抓狂的？我也没有在场次上抓狂。那网路上，网路比较多吧，因为觉得腻。网路上，我觉得现场还敢这样做人，就其实也蛮猛。我现在想一下，现场有什么让我受不了的？哎，有一些我会觉得有一点不是受不了，但是我会真的非常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他会一直，知道怎么讲？就是例如说，他会一直问我你们的事情。就例如说，就是什么，他一开始就可能来，然后就哎，就哎，小梅遇到你了，哎，然后什么什么，他一开始其实也会就是可能就会问说，哎，就是他是谁谁谁，然后什么之类，上次也有遇到我，然后什么的，就都很正常，一开始就很正常，然后就正当你觉得，哎，这话题就是应该差不多可以结束，我应该可以回去摊位忙了吧，然后什么之类，然后就他就会开始就说什么，哦，啊，燕燕雨信有来吗？然后那样，我就说，哦，有啊有啊，然后怎么样？他们在摊位上，你也可以去找他们哦。然后他就突然开始聊说，哦，我上次啊，有燕燕的台啊，就是很好笑哎，我觉得蛮好看的，你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还有那个雨信啊，上次 po 那个什么照片啊，我真的觉得很好看欸，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就会开始跟我聊其他人的话题，然后我就然后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打断他，因为我又想说，就是因为他很兴高采烈，然后的跟我聊就其他妹子的话题，然后我就觉得那我现在到底是可以回去了吗？那还是然后我就曾经试着要尝试的，就是要说，不然你要不要去摊位上找他们？他们在摊位上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拒绝你，他就说哦、啊，可是我还要先去别的地方，然后什么的，我等可能等一下才会去找你们。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然后又继续开始讲别人的事情。小梅的声音很小。哦，我不知道哎、欸，今天麦克风就有点问题，很奇怪。然后反正就很尴，这真的超级无敌尴尬，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欸。而且就是 ，so， 你想要我讲什么？就是可以让我回摊位吗？我之前遇过一个什么，他就一直跟我聊天，然后帮我配对，好随便，但我觉得帮我配对这我觉得还好。那你还要配对是配什么？就不知道，就帮我配了很多，就是我跟谁在一起之类的。哦哦，然后蛮多。是我吗？就很多，不止。哦，不止。很多，然后我就配对就算，大家就开玩笑。然后，但他就开始跟我聊那个别的女实况组，但重点我不认识。认识就算，我不认识。我说哦，我好像对他不太认识。他就说，那你可以去看他的直播。我就说哦，有空会去看。他说。一定要去看，他开始介绍我那个实况组有多好，他说他也是 coser， 他多棒，然后我就说好好好，那他今天有来吗？他说他有来，我带你去找他。对，哎、不是很需要。你会觉得我声音很小声吗？应该还好吧。有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会大，有时候忽大忽小。没有，他不是实况，他是 coser， 然后他有开实况，然后他就是说，那我带你去那 coser 的摊位好不好？我又尴尬一把，Q Q 语信断线 ，Q Q 怎么办？再打一次哈。等他重复。哦，他回来。我在干嘛？没有啊。我没有啊，我不知道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我的视讯很有戏？什么叫我的视讯很有戏？他可能就觉得。在听大家讲话很好笑吧，还是怎样啊？不然你讲一下场次让你觉得无法，也没有到好，不然你就讲没有到那么夸张的，就只是让你觉得很尴尬。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就突然抓住我，然后讲其他人的事情，然后一直疯狂讲，然后也不给打断。Q Q， 说谁我吗？我要讲吗？讲对呀、啊，讲、啊、场次尴尬。我想想看。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就不喜欢别人一直盯着我啊，这是我应该是觉得我最尴尬。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无法劝你的，就是无法劝你的。可是如果他就真的有可能他会一直想跟我讲话，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我现在就是有点忙，那你要不要先去别的地方看一下？他说哦我其他地方都看过了。我说哦那你要不要先去绕绕？就
我知道，我就一脸尴尬。然后他也会很尴尬，他就说，然后说哦，好哦，那，然后又继续聊一下别的，然后又大概要拖五分钟的台前之后，他就说，那我去那边看一下好了。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啊，走外面去。我大概只会这些台词，就是我大概知道，而且这种时候内心就会 always 就想说。我是认真的想要叫你先去别的地方画。对，我完全不是傲娇，就是我是很心诚意，就觉得你站在这边有点困扰，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你说你站在这边我有点困扰，然后我就只能说，哎、欸，那你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或者哎、欸、你一个人来哦，什么之类的。尴尬，好尴尬哦。大概就是这种模式。QQ、欸。那其实我蛮想问的，就是我蛮想问聊天室的大家，就是为什么，就是。就是如果人家就是跟你说，你可以先去晃晃别的地方，就是，你听得出来这是我需要一点空间的意思吗？这样会不会太直接啊？太可怕了！那我好像之后我摊位就没有人了，谢谢、啊。对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很担心会造成别的摊位的困扰，就是因为可能有时候越腿越多人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大家的共同点就是不太希望就是造成别人的困扰，就对，就像 我遇到的都蛮正常，就说等一下几点在外面，他们就真的在外面。往前声音就比较大，所以我还是没有换麦克风啊。哦，是这样子哦。应该是说我不喜欢在摊位跟别人聊天，因为还会隔一个桌子，然后自拍也非常麻烦，所以我就一直很希望可以赶快出去。哦，可是你都没有留出去的人啊，就是你都没有留出去的时间，就每次你要出去的时候都已经要结束了，所以我就很希望早点收摊啊，就是。哦 ，QQ， 哦，你现在要郑重呼吁大家吗？喂喂喂，喂。哦，我说，所以你现在要呼吁大家吗？就是这一次 PF 让你早一点收摊。哦，有啊，我一直很呼吁啊，就是一直很呼吁想早点收摊这件事。哎 ，QQ， 我还好，我都蛮正常的。我也还我不知道哎、欸。应该不是，我是觉得这应该是个人吧，就是因为像我就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盯着我，所以我是怪人。哦，这是我是矮人，就是可能像因为其他人都会觉得哦，你们就在我旁边啊，冲就是集气有人气什么之类的。那可能我比较那如果他离你有一点距离呢，就是他是跟你有一点小距离。可是如果他是因为我就一直站在那边，我会也就我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我没办法跟他聊天，但是他又一直站在那边，就他离你大概十公尺，没关系，看着你就好了，我就会更压力好大，尴尬，就是。我就会真的是更无语，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我可能不适合当公众人物，我是小咖，对不起，我把粉砖关掉好了，好烦，就是我不想被管，就是一个，就是不要让自己尴尬，也不要让对方尴尬的概念。可是我觉得来场次就是很难得啊，我觉得应该要去多绕绕比较好吧，增广自己的见识之类的。十公尺很远吧？十公尺应该算蛮远的吧？微信，像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尺度就是不要打扰到别人就好，就是你要怎样 OK， 但是不要干，就例如说可能是干扰到就是后面的摊位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可能等到有其他摊位就说，哎、欸，你们的人就是挡到这边了，还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想说干嘛怎么办，就是不小心弄到别人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焦虑。就很，我觉得还是不要摆摊最好。我之后还是不要摆摊啊，我站场外。而且现在摊位就是很贵、欸，越来越贵。嗯，还涨价。很小啊，很小，大概你摊位前面站了两三个人，大概就满了。不然我们以后都不要摆摊好了，我们就都在场外。我觉得以后都通贩，然后之后在外面签个名。场外面交。而且之前还会砍摊，超烦的。雨信有在哪边开实况吗？我在咪咪开实况 ，MEME 手机可以下载。我是手机实况比较多，因为他是个大码，是个电脑网络很烂的人，所以我只能用手机。我现在开也是用手机的网络、欸，哎，就是我没有所谓的电脑网络，很可怜。为什么、啊、没有电脑？你家为什么不签一个？不签一条？我家有签啊，几枚吧，就可能 QQ，
256 KB， 我不知道，反正就很烂了。QQ 就 Q 到不行， QQ、对，还是手机比较快。是啊，那如果在场上就是可能啊，就是如果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先讲说，就是在场上谁谁谁会让你很尴尬？那在网络上有吗？有让你很尴尬的人吗？网络上，网络上就有、啊、有些人就比较敢。例如，因为看不到什么比较敢，就看不到啊，就比较敢讲。哦，你说因为见不到本人，可是如果他就是在网络上，可能就是可能说了什么话，然后就去场子上讲，就说：“哎、欸，我就是说那个什么话的人的谁哦。”目前应该不敢吧？没有，应该没有这种。但是我蛮喜欢呛人的。你说呛你吗？对啊，就他觉得就是开玩笑啊，但殊不知我们并不熟。就之类的，哎、欸，干、欸！等一下，啊、我电脑有点宕掉。等一下，等一下。现在最低二 M 的，是哦。那可能我家就这，我家的真的是很烂，就是大概是最初阶的那种。啊、我家网络还是从电视连过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好，这电脑真的怪怪。就是我家的网络是从电视，然后穿越电视，然后才会有一个网络连到电脑。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网络。哦，你是那个 MOD 的那个吧？就是什么电视 MOD 的电的网络之类的。然后好像最近我爸跟我说，我们家的什么机上盒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什么盒子有换。然后因为我们家网络太烂，他免费帮我们升级成最低的那一次。是哪里啊？新北市吗？不知道，我们家网络真的超怪，怪到不行。它不是可以升级吗？那你为什么不升级？我就觉得升级好像很麻烦，然后电视好像要重换还是什么之类的，就不用吧？要换成一个什么电视跟电脑分开的线还是什么？不知道。哦，是哦，就觉得很有这种事吗？可是一般不都是电视跟？这连工程师都误解的我，不要拿人家。我一下帮你播一个。这个网路下次再来讨论一下。Cable 哦，对啊，就是第四台网路。你看有人说 K C A B L E，、oh.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看不懂。就是，哦，对啊，我记得现在不是就是你打电话，然后叫他们来，然后他们就会帮你弄好嘛，不是都这样吗？就，不知道，反正我现在不用手机啊，还是可以用。反正因为我也不开电脑网路，就我也不玩电商，比较少开电脑。我线上游戏时代已经过了，大概是我大学时期。你有玩过吗？你会玩吗？我有 LO 啊，我有 LO 账号哎、欸，我还可以。好厉害哦！是哦，啊你几等？十二等。干，刚好可以闪现。小美赢了。我赢了。欸、可是我很早之前就玩嘞、欸，我第一场战机是超级早之前。我二十一等，我赢了。哎、欸，我战机是历史性的。哎、欸，有知道 LO 最近还没玩的时候我就玩。刚最近有开一个新模式、欸，哎，叫什么？什么？提摩，打提摩？不是吧？什么梦魇什么的吧？又行的？那打那个就梦魇电脑。哦，哎，那个很难吗？还好。是啊，还好是真的很难。然后我不管玩什么，网络都会断掉。干我与他。哦，我只能玩彩。我刚本来还想说，不然我们三个人可以就是找一天来玩一下，然后什么之类的。可以玩踩地雷。那应该不会过。开退区啊，开一集玩踩地雷。大概玩个30分钟。抱歉，我不会玩踩地雷。哎、欸，我之前很会哦。哎、欸，我不会，你知道我不会到什么程度吗？就是踩地雷，就是你踩下去啊，它数字旁边不是都会有一些，就是数字会提示你，就是说几步内会有地雷，然后什么。我跟你讲，我上次去小梅家，我就说我要实况踩地雷，他就让我实况踩地雷。然后那时候他好像还没什么观众啊，我不知道。靠腰啊、哦。然后我就。顺便赚的糗事啊，你就以为一踩中了你就赢了，这智障。对啊，我以为是踩中就赢了，就是我以为要找地雷在哪里。我之前还蛮会玩踩地雷的。不是啊，不是啊，你他的游戏名字都已经叫踩地雷了，不是就叫你去踩地雷吗？其实是排除地雷啊，排除，你要避开。哦，是哦，所以。对，反正我后来知道了，然后但是我还是不会玩，我就觉得就是嘛不爽，为什么我不能踩到地雷？不就是要踩到地雷？他好像想玩一下。反正我不用电脑开直播啊，手机什么时候开呢？手机我礼拜四会直播。啊，你礼拜四直播在干嘛？我这礼拜的主题应该是跟 cos 有关的。嘿嘿，直播都不会觉得很累、啊。破解 cos 迷思，请问 cos 花很多钱吗？请问
二十岁以下才玩 cos 吗？请问之类破解 cos 迷思的那一种，应该是这礼拜这个主题。是哦，好，那不就要下来咪咪？所以电脑不能看，不能电不能用电脑开咪咪程式，好像不行，不行，只能用手机哦。呵呵，没有，要不然要不然呢？啊，咪咪就手机随便下载一下就有了。可是、啊、看完才删的。那这样你一开始开实况的时候，你都没有觉得就很尴尬，就不知道讲什么，就感觉就是一个人对着就是一个三 C 产品讲话，会吗？都对着手机，不会啊，因为我就唱歌唱很爽，因为我自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Oh. 然后一开始没人看，我就自己唱歌唱很爽，反正没人看我，还蛮爽。赞。大概几点？有人问大概几点？这礼拜是哦，这礼拜是从八点开到十点。哎，不然开这么久、哦，我的粉丝就好了啊。我通常都开两个小时哎、欸。好久、哦，夜夜比你还认真。啊？我说。语气比你还认真，哪有啊？我也蛮认真的。今天谢谢谢谢。干这么久、欸，要开十小时、欸。哦，我觉得最近超级累的，事情超多的，都没有那个了。我已经决定我不想刚讲的了，我决定打。哦、我这个月十二、啊，我这个月十二排超猛。干，为什么可以排这么多啊？傻眼。排我快睡着，我看到那个也不想看我。哎、欸，我每个月其实都会开超过就是 M E 要求的时速哎，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月应该不行，我这个月也无法，我这个月可能要请假，就是那没办法要死掉了，真的要死，就为了茶会跟茶。我的咪咪也是 M E 耶 ，M E M E， 好，好的，要干你哦。哦，好的。不是，我们离题了，不是要讨论那个吗？讨、哦、厌之人。哦，刚刚讲到什么？厌恶上的吗？是什么？哦，我刚刚好像有，哎，我一开始好像有讲，就我一开始好像就讲什么？就如果是就是尝试，我就不喜欢一看我就呛我，我就希望你先自我介绍。谁喜欢抖 N 哦？啊，就我就希望你至少看到我之前，你是网络上的，不是话已经跳到网络还是现实？网络上的。谁见面就要呛人啊？这是脑子有问题吗？除非够熟啦。霸气没嘛之类的。我觉得要看熟的程度哎、欸，因为熟人就像家人会有一种相处的模式，或男女朋友会有一种相处的模式。但如果说还不是很熟，你们相处模式就只有你好、晚安、你在干嘛那种，就不是很适合吧。然后就某一天就突然被呛，就是原本只会说你好。Hello， 晚安。然后就有一天就干你八七哦，然后说你才八七，很进阶版，穿一个进阶跳级。对啊，平常都只有安安晚安，突然有一天就你白痴吗？可是我觉得问我这有点尴尬，因为你知道我平常的实况就是这种八七八七的路线，所以我觉得在实况上又不呛我，其实也是蛮难的，真的是也是蛮难的。但是我好像想到我有个点，就是你可以呛我，就是既定的事实。就像是例如嘞，八七美，example， 对，就是我可能就真的很八七，然后或者是就乱迷路，还是或者是什么，就游戏玩得很烂，然后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既定的事实就可以呛。但是如果是你是随便乱讲话，就是例如说，你额头好高，干，你又知道我额头很高，我是既定事实，举例哈 ，for example，OK、okay?。就之类，就是如果他呛我 English， 呛我非事实的东西，或者是就是，例如，我覺得你的小拇指，你小拇指特大，尴尬呀，尴尬，小拇指不错啊，小拇指特大，事实啊，尴尬呀，没有，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就是讲我就是一些既定的事实，然后就是好笑风趣的，我就觉得哦干就是蛮风趣的，然后怎么就是蛮好笑的。然后但是如果是就是呛我一些就是你根本就不会知道的东西，就是说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怎么样的事情我算是不人家会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大家应该都不知道了吧？你刚说我不知道，讲到或是说就是批评断那种也很怪吧？哦，对，就是如果是就是你有做一些就是很。就有做一些就言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哦，你要知道哦，对啊，你这么厉害，你总不来开实况？或者什么？我觉得你最近台越来越难笑了，你最近的台好无聊哦，就之类的，
之类的，就是就可能就我可能就会想说，哦是哦，啊你怎么不来开实况？这种会讲，就怪怪的、啊，感觉就之类的，就类似这种感觉。如果是讲，哎、欸，你又变胖了，就。Oh, 我觉得如果不是很不熟的人讲这句话还蛮就是蛮怪的，就对啊，奇怪为什么讲我变胖，那你可以先看一下你自己几公斤嘛，这样你也不会买面的时候买一买然后跟那个面店的老板说老板变胖，老板你的面变难吃了就之类，就这不就是这种概念吗，更小吧，有事吗，要不要看医生帮你打119 就之类的，所以我是那个什么，就是如果不是既定的事实就不行，像如果就是什么就说我什么肌肉很大还是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就 OK 啊，就是因为我就是真的有就是就有时候手一用力就不小心就是就露出来然后还什么的，就是这种事实我就觉得哦对是这样没错，那就是这样，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就会就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我就觉得哦是很懂啊，哎、啊、你怎么不来开始大鸡腿说遇到你要说你怎么瘦成这样好可怜哦 ，QQ， 你怎么瘦成这样？开玩笑死！以前是，你怎么瘦成这样？不是，我跟你讲，大鸡腿真的很好笑，就是他，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大鸡腿就是一个，就他不管怎么讲，你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人，就是大鸡腿很猛。哎，好累。就很好笑，那修图修得很好，就也 OK 啊，就也 OK 啊。嗯，就那时候156，那当然 OK 啊，我就既定的事实啊，这有什么好，这有什么好不 OK？ 就或者是你也可以就呛我，就说什么，哎、欸，这个人就是什么什么交友条件很高，一定要180公分以上什么的，我也觉得很 OK， 因为我就是，谢谢，我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讲就是不是就是事实啊，比较吧，就是最近我就偶然发现，但是。就是我最近偶然发现我不喜欢被比较，但是其实这是有迹可循，就是我以前哎、欸、说啊，农民不要逼人家订阅不行，就是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哦啊，我然后我继续讲，就是那个什么就我以前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大我2岁的姐姐，然后就很常就是人家会就是拿我跟我姐比较，然后就从那时候我就超讨厌去家族聚餐，就因为每次去聚餐什么，我都要就是被拿来跟我姐比较，就说什么哦，你看你姐，然后什么成绩很好啊，然后什么这一定要努力啊，加油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我就是从就是大概就是从小时候开始就被养成一种，就是听到就比较词，我就会觉得就是很靠腰，然后所以对，然后但是我其实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被拿来做比较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然后但是。就是最近我就是自从就是开始认真的 cos 跟实况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感觉好像就是这种状况就有点出现，就可能例如说就有谁哎、欸、我就直接在我面前就讲说什么啊我觉得谁谁谁比较好，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内心就会就私下讲就算在我面前讲，对我就想说Hello 哦，而且例如说什么我跟嫣嫣好了，就可能就是什么直接在我面前说、哦、我觉得嫣嫣的奶比较大没有啦没有啦没有，不是这种就是认真、oh. 就可能是认真比较什么，然后我就觉得那你去找他之类的，我自己就会觉得嘞，就会觉得、就是、哦那你去找他，就当我鸟是那你觉得他比较好就走啊，没人逼你、我觉得私下讲就算了，就自己可以讨论说我知道男生一定都会比来比去嘛，但就算，但你在那当了那个人的面说就例如 AB 两个人就说哎、欸、A 啊我觉得 B 比较正欸，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啊、我想砍你吧，你看好像就是这超白痴，想订单想被逼订阅开订阅 啊还不定，再不定就 ban 你，好了没有啦，就很诡异啊，然后不然就说什么哦，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女生不是有时候可能会发合照嘛、嗯、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什么哦这种好好看哦，但什么两个人都很正，但是我还是觉得A 比较正，有是吗， A 的朋友也不错但还是 A 最正，然后不然什么哦 A 跟 B 比较起来我比较喜欢 B，然后什么 B 比较可爱，然后什么谁就在下面留言，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就是酒店选妃吗？啊，两个都不行，是不是就都卡掉换一个？
哎、欸，其实会、欸，就但是我又觉得，如果就是好像太直接讲这个话出来，好像也不是很好。就是可能就是说，哦，如果你那么喜欢，那你就去找他，慢走不送。就是这样，好像是不是也不太好？就我也不太敢，就我也不太敢，就是真正的就讲这件事情出来。但是而且就是这样很奇怪、欸，我是觉得至少我们三个人应该都算是。就有话就只讲类型，所以应该是就不会造成什么疙瘩。可是我跟你讲，一般的女生就超级容易，就如果有人在她们面前就是比较还是什么的话，我跟你讲，私下一定就过不久就闹翻了啦。就是以前高中超级容易，就是什么，就是才被讲一下，然后什么的，然后就真的会闹翻，就是说什么啊，反正就是那个人就比较就什么比较喜欢你啊，还是什么之类，觉得你比较正嘛，哦，那你就比较正啊，然后不要找我啊。就是女生自己私下就会就是小女生就很容易会有就很容易有疙瘩啦，我觉得啦。就如果而且我觉得通常是尤其如果是论坛的话被讨论就算，因为毕竟就是论坛。可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到你脸书上面，然后在下面留言，然后在那边批评判断比较说的，就是在那边挑菜的话，我觉得就蛮不 OK，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谁、欸。而且本人就在那边呢、欸，就是，然后你好意思哦、喔，就很像，就可能大家就觉得网络上看不到人就可以讲自己想讲嘛，可是就还是知道，还是可以知道你是谁，好吗？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那种像什么 IG 啊，然后就是什么之类这种，大家都知道你账号的这种最智障，你说 PT 又算，谁知道你是谁啊？就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吧，就是哎、欸，你就这么明显的，就是在这比较，这样子好吗？啊，就比较还蛮诡异的，而且是在本人面前就更蠢到最高点。哎、欸，但是我要自白一下，其实我还是要跟就是干爹群的大家道个歉，就因为我前几天就有点暴怒，就有点失控，但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就是情绪管理有点问题了，所以我以后就会尽量不失控，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道个歉，原谅你。哎、欸，我有跟雨信讲，哎，就是我为了不跟雨信尴尬，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哦白痴哦，然后什么什么的。哎、欸，你知道我在讲哪一件事吗？不知道，忘了。雨信没有，好，那他忘了就算了。好啦，总之就是跟大家道个歉，我不应该失控，抱歉，下次不会。哦，反正就这样。就我最近的雷点就是大概就是不想要被比较吧，我就觉得就是。他有他好的地方，我有我好的地方，我也是觉得我还不错，我觉得这我真的是蛮好的，对，所以不要比较了。QQ， 好啦，那雨信咧？什么？我怎么了？我在哪？没有啊，就你有没有雷点？对啊，有没有遇过雷之人？雷之人哦。雷之人，爷爷呢？爷爷讲过了吗？我先插一下电，等我一下。哦，电脑快没电。哇，还好哎。但是我有遇过压力很大的朋友，就是你说我吗？就是、我压力很大。不是，是我有遇过。我就哎、欸，我要讲就是影射某人，就是你一定知道，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你听你就知道我在讲谁，就是我最不喜欢雷的人，就是不是雷的人，就是逼人的人，就是例如说我们大家一群人，然后就说那我们去干嘛干嘛干嘛，那当然我是觉得大家有时候纠团外出去出游或是唱歌什么，他一定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说约的是很随性的，他就是想到什么就约什么，或是说有一个特殊的群才会约，但有一些人可能他看到你们出游的照片啊，他就在下面留言说什么。哦，都不约我，然后什么之类的。看，你要这样，我也会做这种事哎、欸。没有啊，我就有些是开玩笑。他今天就留言给我说都不约。对啊，我也因为他是那棉花糖，我也想吃啊。有些是开玩笑的说，哎呦都不约，那只是可能提点一下说，哎以后可以一起去或什么之类。然后但是有一种人，他们就会在你可能你们关系是稍微再好一点点，可能会有一些私讯私聊的群或者是怎么之类，他就会私讯讲说。啊，我们不是也是一国的吗？你就那些人我也都认识啊！啊，你怎么就没有找我？就是你现在是不把我当朋友吗？我诸如此类的话，不是很多种人吗？就是有啊，这种是认真的吧？然后那种就是会让人觉得就是啊是怎样、啊，然后之类的啊，我还有遇过就是更激烈，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就是没有心，就是不把我当朋友，然后什么什么。看这压力也太大了吧？太夸张了，真的有啊，真的有啊，不是你的朋友，就各种逼迫啊，然后人家。